能救吗？啊，我去掩护一下，救一下，救一下！我这现在救不了，我现在状态有点不太好。你早说你变大呀，我还说你能救下来呢。我还跟他状态不是很好，我还是把你拦截一下。我被眩晕啊，我有盾，哎，我盾都没了，可惜，真可惜，好吧，橙色的。走开！哎哎，我要把他打死。哇天，刚那个冰块就朝我飞过来，你知道吗？差点就救我了。刚那个冰块神了，就朝我飞过来的，很准啊。我们两个玩的是特战模拟器，楼梯打爆模拟器，楼梯，楼梯，在楼梯，等我一下，我大减速，我走不动路，我帮他锤一下，我走了。啊，他霸体了，我真玩不起这小子，霸体交了啊，打碟交了。嗯，他把哪里啊？啊，兄弟们啊，去把你餐厅了。有夹子，有夹子不跟我说是吧？这样，他也踩了呀，你怕什么啊？他也踩了呀。他踩是因为他自己出问题了。能救吗？这个谁开门害我一下？哎呀，这又这服了，什么情况？有点乱啊！怎么没盾啊？本来就没盾了。罐子，算了，我没毛衣，没毛衣。喊到我到前面，喊到他没毛衣。抢，没毛衣是吗？没毛衣是吧？干嘛呀？你在那边待着。不是我跟他抢。哇，哥的这个手速可以呀、啊！开玩笑，单身26年。看你开玩笑吗？单身26年，真的是。但是他没那个东西了，他没那啥玩意了啊，他没那啥玩意了。哎，他回去了。哎嘿，打我了是吧？你想打得死我吗？真的是，直接三级霸体，你臭小子，咱得科研。慢慢爬，有点远啊。那我的意识帮我过去，没我了，财务没有事了。有点东西，有点东西，好吧，有点东西。完全了。我玩起来，他们玩起来。你这个猫也过分了，兄弟，你什么意思啊？真的、哎、别我，我要去压尸体，我要去压尸体。哎呦，放屁了！精准。哎呦！啊啊哎！干嘛？哦，被动。干嘛？哦，有那个东西被动。我靠，我忘了。哎，买个大蓝罐，买个大蓝罐。啊！怎么两圈子了？哎，不要下来，不要下来！他跳我是不会吸架子上老鼠的啊！我受不了。也是啊。对，不要下来。完了。没事没事，我还没下来，我还没下来。很细很细很细，我这动作很细。队友被救下。哎，细个鬼！还不下来了，都死掉了。OK， 牛逼。嘿。是什么鬼啊、这个、干嘛呢你们几个啊这地方对不上什么鬼的啥呀地上我拿个电风扇然后你们又开始恶心我了你们把电风扇子拆了你们没事干是吧对啊进来我来我哎，你小子别害我呀！没盾了，盾破完了，盾破完了，快跑！我来赢了，我来赢了，来，我们两个基佬啊！啊，基佬昏了！你杀我，离我远点！杀我，离我远点！你离我远点！直接破他两层盾！我真受不了你了！我作用很大！你离我远点！我们还不是你走啊！你走！哎，我这哇，真受不了！就想抓我，我感觉。我手把加踩了吧？能守我吗？啊，有盘子算了。干了干了。我踩，我这踩。你不踩吗？我先放风吧，不着急吧，先放风。不是我踩呀、啊。哎，完了，我死了。你刚刚扎到啊！天哪！一下炸死三个！哇，一下炸死，把我们三个炸死了。啊！你自己要开霸体了，开霸体了。你把我们三个炸死了！砸下来！将功补过，好吧？行，啊，有你这句话就发生。在我这，你们退，在我这。马上去厨房了。好，随便六，好吧，就随便六，没压力的，没压力的，这么压力的。六级，随便打。你去哪？你去哪？我肯定去推。推不动了。推火箭，我肯定先推这里。推不动。
他一直在关灯啊。这没死，这没死，这没死，好吧，这没死，这没死，这没死，活了，活了，活了，好吧，就很秀，真的很秀。他三局被动了，六了。就不行，还在那里玩灯。走了走走了走走了，让他自己一个人玩去吧。我走了我走走。有人吗？我操！我操！你往后推干嘛？我会秒飞，秒飞了吧？那我破墙去了，都救不了啊！我开心吧？我操！我在你后面，你都能逼到我，我都服了你了，你小子！真有人技术，真有人技术！哎呀，谁呀、啊？炸包了，我扔炸包了啊！你们这炸包扔炸包了。左边右边。九三龙无力推了，无力推了。好，那没办法，我都点都点了，没办法。哎，什么情况，瓜？什么情况呀、啊？你给炸死了吗？我炸这么远都误伤到我了。嗯，把叉子还给我。你可真是个大好人。哎，干嘛？卡了是？我也卡，你没卡了吗？我靠，这个大墙好厉害！我也卡了，你没卡了是吧？给他挡了，哎呦，好卡！猫鼠说你真的有没卡？猫榜第一吗？啊，对不对？这个什么猫呢？我操，对面猫榜第一吗？我操！我操！我真不想玩猫和老鼠了。娘的，鸽子要打保级的了。我真不想玩了，兄弟们。哎了，我操！我也打保级的。猫哥，你不说我也不发现了，我这没说。你点击五千人不可以加，不够可以加。他玩什么呀？我顶什么呀？不知道你要选什么？你要不蓝色顶班了吧？蓝色顶，蓝色顶，撤了。猫版前五啊！哇靠，这打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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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打不了。大牌没得打，什么？这大牌真没打，我再不打，我真受不了。又满榜第一吗？我好真服了，不是什么玩意儿是吗？我一个无限接近保级赛的老鼠，我一个无限接近保级赛的老鼠，给我匹到两把榜第一，就这么看得起我吗？策划有人问宝哥，你为什么单排都已经是稳输的局面了，你还不肯放弃投降，是想证明什么东西吗？或者是这种精神吗？因为这把输了，宝哥出去想打保级赛啊。